上主播啊，不对，哎嘿，上总督可以和主播一起养孩子。哎，有没有人玩3D 游戏晕倒的进医院的？啊，这感觉真的要吐了。刚谁说要接着的张嘴啊？啊，吐你们脸上！真的要吐了。晚上白吃了，我赶紧嗑一个药。哎呀呢，哎呀呢，哎呀呢，哎呀，嗑个药。啊，吐了不挺好的，明天上头条，但是火了，大家发散一下。啊，发散就这么发散，就说啊，这主播玩游戏晕 3D。然后去医院，送到医院去了检查，发现其实不是晕 3D， 只是怀孕了，孕吐。然后就直播间有福利，上主播不对，上总督可以和主播一起养孩子。然后榜一，那孩子的名字也可以加个你的姓，你再不捐款要超时了。不对。一定要通关。不对，加油！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妈妈。Later。快跑！不要，不要！放过我！救命！快跑！妈呀，妈呀！完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又死了！哎呦，死了！要吐了！不能再继续了！不能再继续了！不能继续了！等一下，晕倒了！晕倒了！这个高速叔叔。我陈川玉奶是晕倒在岗位上的，叔叔，那是晕倒在岗位上的。这属于工伤。一键三连喵，一键三连，谢谢喵。